因为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小王死是中文 ，Oh my god！ 我什么都看得懂了，看懂了。会提供与该词相关的东西。你会打英文呢？你好厉害哦！会教我打中文。好快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光，你知道你蹲在那里，我画面看起来超母汤吗？我就是要他看起来母汤啊！不是他看不到，但是问题是我的画面是母汤的画面。这样你就可以跟我一起。应该是要星球的名字，滚呐、啊！要烂！你为什么可以用手指指我？你为什么那么没礼貌？你干嘛、啊？就看，你看，就是这个人。你为什么要指我？就这个人啊！你为什么要指我？這個啊、你。他发言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没礼貌？哎、欸，怎么指啊？你教一下嘛。那个按钮，我不告诉你。哎、欸，哥，你为什么可以做动作？那个，不告诉你嘞。干，我一定要自己找出来。哎、欸，哥，你还可以跳舞哎，好好笑啊、哦！等一下，哪里个按钮可以？胸前写是实习生哎。对，你是实习生哎，大家都实习生。看什么？这个人啊，这个人啊，就这个了，这个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个啦。怎么？我按了一堆按钮，都、有了有了，找到了，一二三四五啦。我的手指有点怪怪的。欸、我们可以玩 ET 耶、欸！来吧，喂、欸，我帮你玩。我们 ET 啊，等一下啦，我帮你玩。哎、欸，你知道，因为他一动，我们就要重指，还要预测他位置在哪里。我在帮喵他挖鼻孔。你们怎么指的、啊？我帮你挖鼻孔。烂的，你看不会这个女的好烂。我看我们三个人，哎、欸，我们玩蜘蛛人，蜘蛛人，蜘蛛人，这个人好烂哦。不是，我们就围着他玩蜘蛛人。你是蜘蛛人、啊你，你也是蜘蛛人。你好烂啊！你才是蜘蛛人，我哎、欸，这是蜘蛛人的，等一下，你才是蜘蛛人，我是蜘蛛人，你蜘蛛人这两个按钮而已，对啊，就只有一跟二而已啊。啊，好烂哦！啊，我会啦。其实你知道，我刚刚旁边就有在讲一二，然后你又没在听，我就懒得理你。我觉得学着用电脑没？哦，学着用电脑。所以你不用电脑了、哦，你好悲哀哦！这电脑白痴啊！下雨、欸，过来。那我可以待在船上吗？我看他船上下雨了，下雨、欸，下雨天了，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在等一下，我没有买铲子吗？那我在玩在船上，加油！不是、啊、你在船上，你没办法跟我们联络啊。对，还是我买一个对讲机有办法？瞄哪？瞄哪？好啦，开机，他、啊、去了，他、啊、开机。我要怎么跟他对讲机？他、去了。它、那个有电量哦，自己注意一下、哦欸。有没有想过我怎么停在这里？哎、欸，我发现我还是不会用电脑机耶，笑死！有吗？哪里东西？瞎了耶，真的是瞎了耶。哎、欸，快走了，我们剩不到。哎、欸，啊？你打我？不是，我哪知道你会在这里？我想打这个南瓜、啊。你打这个南瓜干嘛？看起来就教室用的，我们要往哪走了？我就想说，它可以拿来把它打坏，我们可以拿南瓜。走错了吧？应该是往那边吧？那个吧。欸、这到底是谁挑的烂星球了？这回程我们要预估三小时了。完了，超难走。现在有个问题，要在哪里啊？要怎么进去里面？呵啊，这样子吗？可以是不是？哦，可以，可以跳进来。啊，我们走到这里就已经两点了，啊、走两个小时哎、欸。所以我们待会要预估八点回家。好，八点。可是我们看得到路吗？好问题，哎、欸，不止哎、欸，三小时哎、欸，杰瑞，完全听不到他讲话，完蛋了。他怎么这么敢瞄他嘞？瞄他进来。哎、欸，杰瑞听得到啊？欸、有很多有蜘蛛网哎、欸，有蜘蛛网。我听不到杰瑞讲话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有声音哎、欸，不要哦，是你在发出声音哦。啊，杰瑞。赶紧点。我突然发现一件，杰瑞想用对讲机跟我们沟通，但我们完全没研究对讲机怎么用，我从头到尾听不到他讲话。哎、啊，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开麦讲一下 ？Q 开电源，不是、啊、你开麦就破坏游戏体验啦，你白痴哦、喔！啊不，你给我看一下。嗯哼，然后四点哎、欸，我觉得要回去哎、欸。Q 才能开啊、喔，喂，通讯要 Q 才能用。喂，有声音吗？欸、要逃了啦。
人逃跑啦、啊！哎、欸，啊，不是啊，我走路要时间了。按 Q 开机就不用管了，然后左键按住说话，对面才接到。应该是用对的，应该是杰瑞那边可能没按到。他说按左键，按左键。Hello， 按完之后。靠腰回家撤啊！身为一个不会跑酷的人，我要先离开这里。有人滑下去，然后好笑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有东西！啊啊OK， 太棒了！我要死了！啊 ！Fuck！ 看，是杰瑞斯。死的关系，杰瑞死了吗？杰瑞死了。你看，我们没办法跟他讲话，是因为他死了。他怎么死了？他为什么死掉了？我们在玩恐怖游戏吗？太恐怖了吧！他刚刚应该是被那个吧，被那只怪物杀掉了吧 ？Oh my god！ 啊，凯吉呢？他死了吗？好笑，凯吉。等下，凯吉还没回来，他是不是死了 ？OK 。OK 。凯吉，凯吉拜哦，那个嘞，杰瑞身上的那个，这里可以看到杰瑞啊，不是看到凯吉，他被两个怪物包围，但他没在动哎，啊，对，他身上不是有对讲机吗？对啊，杰瑞的对讲机哎，我不知道哎，他刚死在这里啊，啊，我看到了，啊，你可以跟他沟通，你开麦跟他沟通，喂，凯吉，你听得到吗？凯吉，我觉得要死了。凯吉，你听得到吗？啊，不然我这把武器丢给你。没有，我时间太晚了，你会被怪杀掉。我觉得放生。拜。那我们关掉，我们撤了，不要管他去死了。你出去，你绝对会死。启动飞船。妈的！不是，我觉得再见了，凯吉。竟然回来发现杰瑞竟然死掉了。妈的！我打杰瑞，把杰瑞死掉。哎、欸，小瓜。啊！你打到我、啊。打到你了。哎、欸，你要怎么、欸？等待飞船着陆。哦，有了。有了。凯吉死了，你看。哦，笑死了！最懒惰的员工。不我了啦！我是最懒惰的年糕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其实杰瑞就已经死掉了，所以我们一直用那个对讲机讲话，他都听。笑死！你们在门口测试的时候说电源没打开，那时候我才死掉了。太快了吧！我有两个跑进来了，两只哎。对，那个好像是固定，就是会在外面巡逻的。你知道我刚回来的时候，我吓到，我想说为什么水里有像鳄鱼的东西，还两只。我也吓到。啊，可是这样的话，根本不能待在外面啊，因为门口有异压、啊。我觉得可以换一张地图，我这个地图太烂了。我换了啦。地图实在有烂到吧？那我要跟着下去了。如果不赶紧，剩我一个铲子、欸。你知道我刚刚真的觉得我们那个地方超像什么电影？就是奇怪，杰瑞怎么一直没有回答我？到回来以后发现杰瑞。然后我们就想说，哎、欸，杰瑞是不太会用的。有人说，如果我们钱没赚够，会被流放到太空哦。谢谢。不是啊，我们就算我们进去也是死，出来也是死，反正都是死、啊，不管怎样就是死而已、啊。横竖都是死。对，顶多就是变耳猫耳屎而已吧。观众叫我们选不要有天气的比较好。我这个我就没有选有天气了，这边都。所以我们那个是，我们掉了一个铲子跟一个对讲机。对，没错。另外一个对讲机在谁身上了？在我身上。你啊，你拿着也没用。你拿着，你不如、啊、你放在这里，放在这里存着，因为你数掉会喷掉。现在那个门在哪里啊？找一下。好像这边吧，那个船头。哦，船头 OK。小光有讲话吗？有啊，一二三，还蛮难听的，是吧？不客气啊。请问这个是要跑这里了吗？这里，没有。不是，你就趁着，你就对，一直跳 OK 好。这样子下去，就摔死啊。对，那个地方是哪里啊？有主要啊？有，这边，下来。会摔伤吗？要滑，不然贴着墙滑。OK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们这样贴着墙滑，你们要怎么走回去？
那个盖了别人，我刚刚只是走错边了，太高了。OK， 好，到了 ，Let's go， 消他妈远 ，OK， OK， 终于可以来做事喽。先进你们，先进，先进去，先进去。你去了，你拿手，你只有只有你。拿武器的带头啊！对啊，拿武器的、啊。虽然虽然你被虫咬的话就没救了。对啊。我不怕，好不好？不是啊，你拿武器没办法打他。这个，哎、欸，这个，我可以标记。好大，好大个的，好大一个，这个多少钱啊？等一下，哦，50好快。先，我先把它拿到入口。好 ，OK。开关动的。哎、欸，这件没东西，这件没东西。哎、欸，有钥匙，我捡到吧。要往上走。Find the key。走，楼上，楼上。好了，小鸟不会打我们大鸟才。没东西，没东西。我们要怎么分辨？我们要怎么分辨小鸟跟大鸟？请问它的大鸟是看得出来的那种？小鸟跟大鸟，就摸摸看就知道了。哦，小我本来是不想开这个话题的。哎、欸，你们自己开话题，我们在研究，我们在研究。我们是很认真的在讨论游戏，然后像就有一个人脑子在那边、啊。我也在讨论游戏啊！啊，你要看它大鸟。啊、小鸟不就用？等一下，这个也太小了吧？你没有看到这个吗？小光芒，这个、啊哦，对啊，打蛋器，哦，好小啊，好可爱啊、哦！我先拿起来好了。哎、欸欸，你们是怎么看钱的？右键它会绿绿的，扫描可以扫描，右键会扫描。我看一下啊、哦，这里感觉就有啊。哎、欸，这边，这什么？值钱吗？你、欸、看我那个一下，我那个一下代表什么？有东西，代表你的电脑烂了，掉了烂了。他妈那个一下一定就是有、欸、上面有阀门，无法转动，有声音啦，有声音啦，是我们的脚步声啊！你拿铲，有人咕噜咕噜的声音，有他妈咕噜咕噜的声音，我的肚子啦，你肚子打你很肚子的，很恐怖哎、欸，很黑、欸，就有一个人硬要拿着铲子啊，不把他让出来，你就走前面、啊。我本来我的好好的，绕了一圈的啦。我知道啊，确定一下、啊。绕一圈也好了，检查一下。对啊，检查一下。啊，这边呢 ？OK。你又绕一圈了。又没有，我要先确定。那个那个越严重，无法转动阀门。我也在右键了，我帮你扫了，快。好，我也在扫，我也在扫。这边有一个，哎、欸，再绕一圈，好，那没事了。爸爸，这边没有东西了。不是，还有一些路口你没有走啊？对啊，啊，刚刚有啦，有走。这里有门，钥匙可以开门吗？这个门是可以的。你有钥匙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要先确定它有孔可以插、欸。哎、欸，对，它这种大门讯息看不到。我的文字框是没有翻译的、欸。怎么了？这里有新的路。还有那个一下。电脑太坏了，换了啦。不是啦，干你娘，干你娘，干你娘，啥小？不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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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不知道，不是有个灯？对，有一个机器。哎、欸，黑煞，我觉得不行吧？是要看他还是不被看他、啊？我觉得声音很怪、欸。哎、欸，你们后面你啥东西？东西？打他！他好可爱哦、喔！我打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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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打他！快打他！我打他！他晕了！他晕了！他晕了！哎、欸，可以带回去吗？可以带回去吗？他会复活吗？应该会、啊。他可以卖吗？我就要走，而且我觉得他是晕的、欸。哦，那走吧。那怎么离开？我是路痴。走啦、啊、走、啊。咦，我其实也不知道。这是往前的了，这是继续往前走。我觉得我们要出去看一下时间呢、欸，因为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！你想往死？我们要拿他的东西。小心小心，等一下，拿得到吗？它会动吗？等一下，哎、欸欸欸，爆雨冲，有冲！啊，走！他的那个铲子嘞？铲子有看得到啊？你小心哦、喔！哎、欸，走，我没看到铲子。小光那边精华好多、喔。铲子在哪？啊，铲子怎么掉在里面呢、啊？哇！反正站起来，站起来！哎呀，走，拿到 ，go！ 走！哎、欸。啊对！哎呦，好大的虫啊！打他！你打他！
我不知道，我这一锤有办法。他等一下他没有，他没有动，他没有动。好，我们摸过来，我们摸过来，小心，抱歉抱歉抱歉，我按着左键，我按着左键，他太久了，掉了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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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拿，然后嘞，要离开吗？还是怎样？离开，六点了。好，好，走，我们回家。六点了，快点。等一下，这个东西不能那个，G， OK。G， 直接让它丢地上。好。我觉得，我出不来。你们两个卡住了，再按一次一。OK， 这个东西会不会走超慢的、啊？我在想那个狗会不会那个，所以我在担心。没办法，还是得走啊。哎，我们的船在哪？按右键继续扫。有了，往这边，往这边。快啊！我们两个带很重的东西。小光那边的精华，这个画面真的好多、哦，笑死！好笑、哦。那我们走了。我们光是有这个，应该就算值得了吧？这五十几块。可以吧？虽然牺牲了小光。对啊。那我们要开船去卖掉还是怎样？先存着，先存着，我们到最后一天再卖。哦，对，好像最后一天钱比较多。怎么最懒惰？我明明就最勤勉哦。我最勤勉好不好？小光，你那边可不可以帮我捡你死亡精华？我想看。你马上就你马上就没声音了。捡出来，你马上就没声音了。我说，小光那是什么？我去看看。哒哒哒别了。啊，没有，因为我想说，他一直在那边侦测我，就想说那是机枪塔嘛、啊，那怎么又不打我？所以我是可以把它捡起来吗？我想说我去捡一下好了，然后就被射死。